访问什么哦？没有啦，一个学校功课罢了，问你一点东西吧。下个星期过年回来吃饭嘛？再看啦，哎呀，不懂啊，再看啦。我先问你几个问题啊。就你跟阿爸以前是做什么工的？辛苦了吗？哦，辛苦。我们以前是卖咖喱拉萨的嘛，每天要去巴萨买很多东西。最辛苦是米西哈嘛，米到我的手都滚了锤了，你看。嗯。这样后来你做什么工？后来朋友看到我这样辛苦，就叫我撤衣服，就撤到现在咯。嗯。这样你那时候的梦想是什么？那时候哪里有梦想了，只会做工啊，赚钱啊，还要供屋子，还要养活你们两个啊。现在有梦想吗？现在的梦想就是希望你们快快出来做工，到你们养回我。我不要这样辛苦了。这样你有想过以后跟阿爸和好吗？为什么讲你阿爸？就是要你们不要这样子吵来吵去嘛，我就想要。要讲他就不要访问了，问什么鬼？去晒衣服了。吃苹果都要拍？不拍喽。哎，妹，你吃完了哦，可以访问你吗？又来，他妈鬼烦呢、啊！啊，我帮你上麦先啊。嗯。Mini OK 了哦 ，OK 了我就问了啦。你又要问我你阿爸东西啊？不是嘛，我就真的是想要了解你们到底为什么搞到现在这样嘛。好，我跟你讲，你阿爸又烧烟，又不喜欢冲凉，吃饭前又不洗手，一点卫生习惯都没有，这种人你要我怎样？医生都讲了嘛，我现在的情形啊，冷一点我又伤风，热一点我又喉咙痛。如果现在我还跟他睡啊，我不知道死了几十年了了。我不怕老师跟你讲啊，我以前不是这样爱干净的，是说人老了啊，真的很多事情都不能打汗了。你要买小买吗？买地道，要买边啊？出卡给干女的哦。我讲我乜嘅呀？挨老咯，冇用咯，挨知道啊？阿娘，你做乜嘢来去买防晒？佢讲喎，佢多啲黐够空间喎，咪喺埋嚟去防晒咯。佢黐架老人讲啊？冇，有咩老咩老讲嘅？挨知道啊？佢系咪啰嗦嘛？这样你知道还有这么多这些坏习惯，怎么当初你还要跟他结婚呢？都讲人老了咯，他以前没有这样够力的，你有看过他的痰吗？黑色的，每次他这样呸出来的时候啊，看到你都要呕啊。你有没有改哦？所以其实没烟哦，讲改就改呀。还有啊，我出不进来，头开的嘛，你想舒服点唔得咩？就吃个乌卡，做埋啲肝癌啊。一生一出出俾人家讲我废话，冇只老人家咪讲 complain 嘅，我一遇讲起有问题，我摊你头系嘛，要咪要咪唔啱，你谂我嚟讲咯，生一出 every 暗暗暗暗暗，唉，俾暗包住啦，出卡一周暗到暗，摊都摊到烦啊，系嘛，你都烦啊，啱唔啱啊？唉，好多事情咧。你讲乜计啦？唔好讲啦。还有啊，你有看过他时常在家里的吗？他每天就是这样加摩托出去喝茶啊、烧烟啊、吹水啊，最厉害。他哪里来的钱哦？跟人家写万字啦。哎，你去问他啦。哎爸，你咩生意去打麻雀啊？饮茶对咩？也累来会来哦。食饭都很准嚟嘅，少食一餐。没有咯，你没有写万字咩？你阿叔，你阿同先生讲啊，唔得咧啊，翻法咧啊，系啦，我请人调料佢啦。阿咩 I V 咧？你阿老妹咧要打散工，一张一百五系多少咧？
而咧冇半個女喎，你同埋太好，阿女有業，阿會出。捱兔太好要兼獎學金啊嘛！這樣不負責任的男人為這個家做了什麼？我問你，這樣的阿爸你要啊？給我都不要啊！为什么一直跟着我？要拍是吗？拍你阿爸的房间，给你朋友看一下，他的房间有多老少，多肮脏。在学校嘛，我不懂啊。可是你在家里应该有看到阿爸阿咪这样，其实你有什么感想呢？都习惯了啦，他们这样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，你也懂的嘛。可是你跑去读大学，其实你去读大学还不是为了逃避这些事情？不是嘛，你懂啦。有时候他们哎呦，真的很烦啊。是哦，很烦。每次讲到家里的事情，你就讲很烦，你就不出声。我一个人在家，阿咪整天跟我讲，阿爸他几肮脏几不卫生，阿爸呢，整天跟我讲阿咪先下什么，你知道很烦的嘛。我一个人可以做什么？不是嘛？我就真的是不懂要讲。所以不是没有讲那么多咯，结果全部我来收咯。这样你没有想过要改变他们的吗？算了啦，没有可能的啦。能改变的话，早就改了。我们试试看啊。你呀、啊，你在看戏呀、啊？你看不出没？怎么这样得空的？不是喜欢藏在房间里的没？呀，你跟我进来一下。去哪里哦？进房间一下，我东西要给你讲。哎，讲什么？哎呀，一下子罢了。爸，我再问你多少东西啊？要我有冇计哦？阿杰妹妹过去咩？诶，有功课行到嚟做啊？冇啦，应该系最后拜满年啦。就我满年，讲下你以前修山嘅小事哦。修山，修山讲乜计啊？讲你以前攞命追妈咪。冇啦，好普通嘅啦，朋友介绍咯。那時拍拖都冇買東西嘛，要咪佢看過戲咯，阿生蝕地，不記得見得冇看過啦。啊，一間咩？父母一間啊？哦，一間在潮汕西間啊，啱啱翻新一間啊。哦，係咯。哦。咁樣你就讀咩嘢嚟喎？我就冇讀咩嘢啦，嚟喎要啊，要即係結婚嘅時候，結婚之前要去過乜嘅一個島啊，咪？喺嗰個熱浪島啊，唉，都唔記得開咯。咁樣你知道媽咪中意食乜嘅冇？哦，佢乜嘅都食咧，唔係記得佢嗰種食多少餸嘅東西，佢唔食乜嘢啊？係咯，田雞佢唔食啊，田雞啊，你記得冇？先時我哋食東西啊，咪餓到田雞咩？佢以為雞肉喎，佢食落去，我哋講係田雞，佢都見得唔敢食咯。你看。几了解佢，做咩见到高冷样？哎呀，哎，之前见到大家都闹开咯，都唔感觉一个买好日子，
大家心底不有条尺才安慰，都唔敢要求乜嘢咯。唔通大家一切食饭都系要求咩？都安难咩？阿咪今晚也要煮啊，阿就切食啦。妹妹，嗯，阿爸阿咪刚刚应该算和好了哦，算是吧，应该。像他们这样，你应该满意哦。满意好啦，不然还要他们这样哦。他们刚连吃饭都这样尴尬，嗯，我觉得他们不要整天吵来吵去就好咯。但是至少你是开心的嘛，是？也还好啦，都不枉他们能这样到几时。算了啊，不要想这样多啦，珍惜当下咯。